国際放送などで中国籍の外部スタッフが尖閣諸島は中国の領土だと発言した問題で、さらに南京大虐殺を忘れるななどとも発言していたことが分かりました。国際放送などで中国籍の外部スタッフが尖閣諸島は中国の領土だと発言した問題で、さらに南京大虐殺を忘れるななどとも発言していたことが分かりました。 NHK によりますと、昨日午後1時ごろ、短波ラジオなどの国際放送とラジオ第2で伝えたニュースの中で、原稿を中国語に翻訳して読んでいた外部のスタッフが沖縄県の尖閣諸島について中国の領土と述べるなど原稿にはない発言を行ったということです。このスタッフは NHK の関連団体が契約している中国籍の人物で、契約を解除する方針だということです。 NHK はニュースとは無関係の発言が放送されたことは不適切であり、深くお詫び申し上げます、再発防止策を徹底しますとコメントしています。钓鱼台是我们台湾宜兰县的，谁说是你日本的？第二个，连冲绳群岛都不是你日本的，法律写得很清楚啊，不然把国际法拿开来，什么时候说冲绳琉球是你日本的？二次战后就不是你的了。我很钦佩这位在日本 NHK 工作的啊，这位啊中大国大陆籍的朋友。我不管他什么动机啦，他就敢讲，在谈这个钓鱼台的神来一笔啊，钓鱼台是中国的，日本人当然愤怒啦，而且这个当然会被开除啊。可是开除了，以目前中国的实力，他回中国找工作会是难吗？嗯，所以这不是问题啊，他没有后顾之忧，但他。在这个特殊的地点、特殊的时间，当着日本人面前跟你讲钓鱼台是中国的，这个是一个很勇敢的中国人，公开在这日本人的家里面来宣传这个事情。那你日本人有这样的愤慨，你愤慨啊，你愤慨啊，啊，看你二次大战你干了什么好事。就像是前几天在巴黎长隆桂冠酒店那一位厨师一样，他说：“哎，昨天都还看得到五星旗，什么今天没看到五星旗了？”提出抗议，然后后来听说被解职了，大概也不用担心啊，他找不到工作，因为如果中国现在是弱国，他可能真的找不到工作。现在不是这个问题啊，就是中国人要愿意为他们的尊严。来争取，啊，来奋战，这是很外围的哦。两个人都很，一个在巴黎，一个在日本，就表示整个中国大地上，这种民族情感的崛起，已经相当的势不可挡，非常澎湃。要不然他在别人的土地里面吃饭，他有需要就冒这个险吗？就这个情绪，这种感情。已经这个力量之大，已经沛然啊，没有办法抵御的一个程度，我就敢讲啊，你能怎么样，对不对？我牺牲我22年的资历啊，已经到这个程度啊，所以我们要向他表达钦佩跟致敬啊。然后这个让日本人刺激一下总是好的，愤怒是第一步，那愤怒完了呢，要不要想一想？那你说 要派军队在这个钓鱼台周遭跟大陆的海警船周旋有意义吗？我坦白讲，我觉得没什么太大的意义啊。你说解放军有没有要攻上钓鱼台？没有，他尊重二次大战的秩序。什么二次大战的秩序？因为琉球战役，这个帅将军很清楚，那一场琉球战役血腥的战役，二次大战最血腥的战役，血战硫磺岛嘛。对啊，不是，我在中琉球群岛，琉球群岛也是打得很惨烈，对，美军死了10000多人呢，那日军死了100000人呢，这一场战役，
妇女还要跳悬崖。那这个琉球老百姓哦，三分之一从地球上消失，一个月内三分之一消失，这是太平洋战争最血腥的一场战役。那这场战役的结果是什么？就是美国就很自然取得琉球群岛的管辖权。是什么意思？那为什么不能取得主权？不行，因为大家同盟国，四个同盟国，美中英苏，在开罗宣言都有立下承诺，我不侵占日本一寸领土，所以每一个人都不能够拿到琉球的领土主权。但是开罗宣言也讲得很清楚，日本的领土仅限于北海道、本州、四国、九州，其他的都没有了。所以琉球从那个时候就不是日本的领土。但是后来到了尼克森当美国总统的时候，他因为形势的关系，他把琉球群岛、交给日本。他没有主权，他当然不可能把主权交给日本了、他交给日本是管辖权、自权。对，所以你日本只对琉球有管辖权，但是你对琉球竟然没有主权的时候，怎么可以说钓鱼台是你的？对，道理是这样子的。那中国是从说钓鱼台你日本自己讲的啊，当时钓鱼台是属于台湾的宜兰县管的，这不是我们自己讲，是宜兰县管的，那怎么可以到时候分家的时候你把它分走呢？是宜兰县的啊，所以这个法理基础是这样来的。那你今天说这个解放军为什么不登上？因为是尊重那管辖权，就是这个美军牺牲之后所取得的管辖权交给日本，我们尊重你管辖权，但是你美军没有主权，你不要告诉我钓鱼台就是你的。但是既然主权不是你的，你就没有领海的问题，我就可以来，因为我认为。所以现在解放军的海警船在那领海里面绕来绕去，那日本认为是你，你也来可以啊，也没有事。但是渔船其他人不可以过来，这个就是管辖权跟主权争议的一个真貌啊。那你说哈、未来如果在钓鱼台发生战争，美日本不是对手啦，你那是什么 无人船、啊、那有什么了不起？哎，无人船来哈、无人船来就不会被打沉啦、那只是说不会死人而已啊。那你要比赛无人船哦，我不是嘲笑日本人，你有几艘？对啦，就中日之间的这个100艘好不好？历史大陆就拿个1000艘出来给你看，我跟你讲。历史上这个无人船还有被俘的危险，心结啊，当时到此刻为止都不可能会去解除。但是此刻为止啊，这个我说这个大国啊，此消彼长，现在以日本的能力对上这个中国的这个强大，它能够对于中国造成的。实质上的一个负面影响是正在消退当中，确实是如此啊、所以刚刚委员讲这个大陆的这个民族自尊呐、各方面啊，这个国家的实力啊，现在叫做沛然莫之能御啊。那所以说，这位这个 NHK 的主播，我相信他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脱口而出这句话，在他心里应该是闷了很久，他也不会不知道他讲出来之后的后果啊，但他还是说了啊，那表明在这个国家尊严之前是人人有责。